四川是我的老同事啊，哈，啊，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投入的工作的一个好的一个干部哈，所以我们老同事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了解。那任何人要来新北市服务，我都非常的欢迎，也非常的感动。只要大家愿意为新北市做出正大的贡献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。